台语学英语，大家好，咱今仔来介绍咱头前这有一个电火，这电火面顶有乌迄个所在，哦，迄个就是太阳板，哦，太阳板，就是讲日头啊照落来的时阵，伊会当为日头的光线来变作电，爱当用伫个即个啊内底即个啊灯泡，可以。啊，到家下暗时的时阵，伊就会光起来。这太阳灯啊，叫做 solar light，solar 就是太阳啊 ，solar 太阳啊 ，light 就是灯 ，light light。Solar light， 太阳灯，哦，太阳灯。好，感谢，再见。